自从你离开之后，我在车队的日子是越来越难了。哎，我哪还有心情交朋友？虽然离开先驱青年队是挺痛快的，但现在又不是转会窗口期。我懂，我懂，现在的情形是有点尴尬了，不好找接收你的车队。但你不离开，还不知要怎么受斯坦尼斯的气呢。这就是我约你在这见面的目的了。虽然暂时没有车队，但保持竞技状态也是非常重要的。车手俱乐部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名人堂比赛，虽然赛事等级不高，但对手的水平还都不错，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还有奖金拿，对吧？嗯，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我马上帮你报名，刚好能赶上下一场分站赛。欢迎来到由巅峰极速车手俱乐部主办的个人车手比赛名人堂赛的现场。只要获得前三名，就可以参与名人堂的最终决赛，获得丰厚的奖金。哎，决赛的车手都将列入下一年度的俱乐部名人堂，为万千车手所瞩目。怎么有人在我的频道里说话？这是名人堂赛，只有公共频道，而且还会转播给观众，这可是十分吸引人的商业噱头，谁会跟钱过不去呢？那可得小心说话了。观众只喜欢听你不小心说的话。哎，你们听说了吗？据说这次名人堂决赛会有大人物来观赛。有多大？比我的咖位还大？听说了，据说是某个豪门车队的高层来挖掘好苗子。原来如此，有我在，他就不用空手而归了。刚才那个弯 ，Z 四过得干净利落，真帅。克里斯蒂娜 Z 四的皇后是个人车手中的明星，你对她很熟悉。哼，前不久才刚输给了她一场，不过这次我会加倍的赢回来。威尔，我很欣赏你的自信。赛后一起喝一杯。我们看到啊，这位夺冠车手正是不久前加入先驱青年队的新星。这里更新一下信息啊，我们刚刚得知他离开了先驱青年队，但现在并不是转会期啊。虽然并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我们恭喜他获得了名人堂分站赛的冠军。哈哈，很荣幸在赛场遇见你，你的技术可真绝了。忘了说，我是勇者队的威尔，能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吗？没问题。不过我刚才听说你已经从先驱青年队离开了，但现在不是转会期啊，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赢了升队赛，但我的名额却被给了别人，所以我离开了，就这么简单。车队黑幕？哇，真过分！而且没了你，他们会把底裤都赔掉。谢谢你，不过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多谈了。别管那些糟心事了，恭喜你获得了今天的冠军。
入围名人堂总决赛了。真的？我还没来得及看邮件呢。你入围了吗？当然，小意思。也对，毕竟你的车技只比我差那么一点点。嘿，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本来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现在嘛，总决赛再说。嗨，威尔，猜猜今天我能领先你多少秒？你可不要得意的太早，上次分站赛输给了你，这次我可是会全力以赴的。哎，对了，上次你电话里说的好消息是？我向勇者队推荐了你，加入我们吧。只要你在名人堂总决赛中保持状态，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威尔，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消息，谢谢你。不用谢，毕竟我们也是看到了新闻，你这样有实力的车手可不能被其他人给捡漏了。好，比赛已经开始了，车手们都已经顺利发车。本次闯入名人堂总决赛的车手中有夺冠实力的总共有三位，哎，分别是勇者队的威尔、个人车手弗朗哥，以及刚离开先驱青年队的舆论中心。哼，又被你超越了，我是不会放弃的。那我就在前面跟你反超了。说话是要专心开车好好表现吗？那你可要失望了，大人物没来咱们这民间赛事，冠军的荣誉才值得追逐，大人物与我何干？第一名的视野就是开阔。别高兴得太早了，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你还是在后面好好享受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吧。真快，我把你跟丢了，这届冠军应该是你的了。喂，你俩够了啊，现在是我领先，这可是公共频道，别那么目中无人。马上就不是了，观众就喜欢听我们吵架。本年度巅峰极速车手俱乐部名人堂总决赛的冠军已经产生，让我们恭喜他成为新的风云名人。再拿一次冠军的感觉怎么样？这不得好好练练签名啊？这就拿你的外套来试试手。不好意思，这个位置车神预约了，你还是省省吧。严归正传，
刚刚车队已经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了，让我一定要留住你，让那些不识货的人后悔去吧。要不是管理层都在处理队内赛的车祸，他们肯定会亲自过来的。不过我们已经发送了邀请邮件，你记得查收。没问题，我回去就看。哎，小可。哎，我先说，我看到消息了，恭喜你拿到名人堂总冠军，从此就是年度名人了。谢谢。不过我还有另一个好消息告诉你，我接到勇者队的邀请了，很快就会去参与入队考核。哇，太棒了，我真为你开心。如果你真的加入了勇者队，我也过来和你一起吧。怎么，你在先驱青年队？这段时间我和斯坦尼斯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啊，这种处处受制的感觉实在让我难以忍受。而且我最看好的车手都离开了，和一群歪瓜裂枣待着有什么意思？就像你一直支持我一样，我也会永远支持你的。哟，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把你给盼来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在考核赛上和你交手了。这么厉害，还没入队就已经是明星选手了。那我可得拿出实力来，好对得起大家的期待。那就来吧，这场入队考核赛所有数据都会有专人记录，你可不要丢人喽。这可是你在队里的亮相比赛，好好表现，争取夺冠。没问题。开玩笑，有比赛夺冠可没那么简单。威尔，你怎么在我的频道里？不要在意那些细节，欢迎来到勇者队。
么样？我说没问题吧？完美的亮相演出。真是毫无悬念的入队考核，欢迎你加入勇者队。我今天回去就提交辞职报告，明天就打包来勇者队，想想都开心。我之前就和勇者队沟通好了，像我这种百万博主可是很受欢迎的。我证明小可说的是真的。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一起加油。听小可说你们一起去勇者队了，离开先驱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嗯，我今天刚通过了入队考核。雷亚，你怎么样？刚收拾好你和小可的烂摊子，不然也没空联系你。辛苦你了。知道就好。话说回来，勇者队是一支纯粹享受赛车乐趣的车队，风格独树一帜，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但队内有不少风格独特的选手，对你来说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教练的叮嘱我记住了，等我的好成绩吧。我等着你的惊喜。三锦标赛要来了，咱们也会参赛，你知道吗？我正想问你呢，怎么，队里参赛的人选已经定下来了吗？不不不，勇者队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不论是正式队员还是替补，只要想参赛，大家都可以报名。队内会举办排位选拔赛，决定谁能去。原来如此，那我现在就去做准备。我刚刚得知，麦凯也会代表先驱参加这一次的 R3 锦标赛。你，无论如何，先比好队内的排位赛吧。放心，只要队里没有另一个斯坦尼斯，这个名额我十拿九稳。我看了初赛名单，这次有不少强手，比如周亚夫、雅各布还有格雷斯，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啊。本次赛道对弯道速度有较高的要求，这是你的强项，加油。